坐上时光十四座，幽香四溢，百花满月楼，一齐喺大院游乐。秀丽百花，香满丝丝楼。主持人：鳄鱼、大咪哥、麦理浩。我哋同大家講下鄭少秋喺電視圈嘅發展史好嘛？喺1971年咧，鄭少秋第一部演出嘅電視劇咧就叫做《冷暖親情》，佢即刻咧就獲得最有前途新人獎。而喺1973年嘅《煙雨濛濛》裏邊咧，佢首次擔綱做男主角嘅，並且兼且唱埋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呢隻歌咧亦都係第一首粵語嘅電視劇主題曲，唔好搞錯，原來唔係啼笑姻緣啦。其後亦都主演咗好多部家傳户曉嘅民間傳奇嘅系列。包括《洛神》啦、《紫钗记》啦、《三笑》啦、《宝莲灯》啦等等，其中佢喺剧中里边扮演嘅温文儒雅嘅书生形象，同埋佢嘅无论演技上面啊，同埋唱歌嗰方面嘅技巧咧，亦都非常之出色嘅。小生嘅地位咧喺嗰段时间已经命定咗噶啦。而喺1976年嘅《书剑恩仇录》，郑少秋一人分饰三角，亦都系佢嘅演艺事业嘅转捩点。大家仲记唔记得佢扮演边三个嘅角色咧？包括当然系剧中嘅红花会总陀地啊，陈家洛啦。乾隆皇帝咧，同埋福康康三個角色嘅，而喺劇中嘅人物裏邊咧，佢演繹出佢哋嘅唔同性格，同埋啊，佢表現出嚟咧係完全咧係恰到恰放、收放自如嘅，掌握得恰如其分，令到佢嘅聲名大噪嚇，銘定咗觀眾心目中咧英俊瀟灑嚇、不羈非凡嘅古代俠士嘅儒雅嘅典範。後來佢喺《陸小鳳》裏邊嘅葉孤城嚇，《倚天屠龍記》裏邊嘅張無忌，同埋《楚留香》嘅楚香穗，亦都啊認。做到吓呢啲剧里边嘅一个大侠嘅唔同嘅形象出嚟，喺武侠嘅电视剧里边咧，掀起咗另一个嘅高峰。嗱，事实上，除咗个古装卸下咗个古装嘅戏服，郑少秋本身亦都系气宇不凡嘅，佢嘅魅力亦都系非常惊人，演技更加系挥洒注意，引人入胜。佢无论扮演市井流民吓，双甲绅士，亦都入木三分。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做过啲乜嘢嘅时代嘅现代嘅电视剧咧？我谂大家可以讲几个例子俾大家听下，包括大亨啦、大报复啦、轮流转啦、烽火飞花、流民皇帝啊、誓不低头、笑看风云、天地男儿，当然亦都系90年代脍炙人口嘅大时代一个钉喺一个角色，最为经典啦。佢彻底颠覆咗过往嘅侠士嘅形象啊，吓以前嘅正派啊、斯文啊、温文尔雅嘅形象啊，完全抌晒唔要。變翻係一個橫蠻無理、孔武有力、滿腹怪論嘅一個野蠻嘅角色，呢個咁高難度嘅演繹，鄭少秋亦都係成功咁説服咗廣大嘅觀眾，令到佢哋咧代入咗丁蟹呢個嘅奇怪嘅思路裏面嘅，令我哋讚歎佢嘅演技啊！嗱，鄭少秋除咗演藝出色之外咧，佢嘅唱功咧亦都得到大眾嘅肯定嘅。嗱，佢用電視劇去串紅嚇，但係佢嘅歌藝咧亦都係藉住呢啲嘅電視劇入咗屋嚇，廣為人知嚇，廣為讚歎佢嘅歌藝。觀眾亦都係驚訝點解可以一個嚇演技精湛嘅演員，但係佢嘅唱歌嘅造詣可以係如此了得嘅咧？其實鄭少秋喺早時咧已經係跟徐永兆學唱歌，並發行過一個45轉嘅細碟叫做《萬里》啊，我唔知有幾多個俗友有聽過啦，不過我自己就未聽過啦。其後佢再跟呢個許沛老師學習，即使喺生活最艱難嘅時候咧，佢都係未曾停止過嘅，即係話咧佢已經係睇到自己嘅潛能喺邊度嚇，用心用力去努力發揮佢自己嘅潛能出嚟。喺1971年咧，佢推出咗首張嘅個人大碟《愛人結婚了》嚇，由於反應唔錯，唱片公司即刻咧就繼續幫佢繼續灌錄其他嘅個人大碟啦。喺70年代嘅中期，電視劇主題曲大行其道，鄭少秋憑住佢累積翻嚟嘅歌藝啊、唱表演方面累積翻嚟嘅經驗啊，令到佢嘅實力大增，混合咗演戲嗰方面嘅表達情緒啊、情感嘅發揮，彷彿歌中有戲，戲中有歌，令人回味，聲音剛柔並濟，獨樹一格嘅。
當鄭少秋在70年代初期他主演的民間傳奇的劇集裏面，他唱埋他自己的歌曲，由於因為典雅動聽已經是廣受歡迎，接受了他的歌藝的藝術了。在1976年他推出的《天涯孤鴨》更加是替造了驕人的成績，在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停留了3個月那麼久，期間有1個月是長期高舉一個冠軍的紀錄。隨後的《書劍恩仇錄》和《倚天屠龍記》也都深受樂迷的喜愛和欣賞，《倚天屠龍記》更加在龍虎榜裏面奪得連續5個星期的冠軍，拿手的歌曲種類繁多，而多次在香港的紅磡體育館舉行演唱會。在2006年獲頒這個香港電台中文金曲金針獎的殊榮，在2012年也都接受國際唱片協會表揚他頒贈這個 IFP 在香港45週年樂壇貢獻的榮譽大獎，在香港的影視界各方面是絕對是一個重火力的一個的表者來的。至今呢，鄭少秋到現在都不定期去美加、星馬泰、東南亞這些不同的地方去登台演唱的。他除了去這些地方去表演之外，他亦都是最早的先鋒是進駐這個舞台劇的。他在1990年已經是擔任這個音樂劇的《美人如玉劍如虹》的主角，大獲好評。同年在11月作第二度的公映，2001年更加是再次踏足這個舞台，在這個《聊齋志異》舞台劇之中扮演一個求學問不畏懼的書生白如雲，亦都是引致一段令人非常之欣賞的人狐戀。由於反應熱烈，追加到演出有60場咁多嘅。原本咧係真係有60場，但喺第59場咧發生咗一個小火，令到部分嘅道具咧係燒毀咗，被迫咧係 cancel 最尾嗰場啦。喺2006年，鄭少秋更火拍佢以前初出道嘅拍檔陳寶珠，擔任呢個《天之驕子》裏面呢個瀟灑心情嘅男主角黃埔少華。面對住昔日嘅拍檔今次佢再冇俾以前將佢俾嘅歌忘俾陳寶珠掩蓋咗啦，大家一齊同台演出，佢哋嘅場次更由香港搬到去澳門嘅熒光幕，替做咗良好嘅佳績。大家可以睇得到，我哋上一代嘅藝人不停係努力，不停去接受一啲嘅唔同嘅挑戰唔會食老本，係令到佢自己嘅舞台嘅經驗演出嘅技術咧係唔同層次咁樣去發揮出嚟。呢一番嘅努力同埋喺藝術追隨一個大道出嘅藝力咧，係好值得我哋後輩學習嘅。我係好中意呢個誓要入刀山嘅歌，係有一種慷慨赴死、鬆容就義。冇錯，所以我哋揀嗰陣時，希姐的美食家去食小龍鴨呢啲歌。我堅持係要成首歌不斷喺度 loop， 喺度 loop， 喺度 loop， 係啦。豪情無限，男兒傲氣嚇。即係我覺得係要人生裏面咧，要有啲咁嘅人咧肯陪你一齊去做啲咁嘅事咧，好難嘅。係即係。更加何況而家，譬如現今社會借錢都難啦，更唔好講話陪你一齊死添啦。咁但係好可惜啊！我同阿陳 Neil 一齊去食小龍蝦，就因為阿錢小豪條撚樣咧，慣緊住叫雞，唔肯見咗電話。咁我哋嗰個係完全係冇諗咗啊！冇諗咗係冇諗咗。係啊，咁啊嗰個就真係流蕩喺江湖裏邊，唔知有冇一日你可以翻出嚟啊！咁啊，第二節嘅大音一落，咁啊有我鱷魚啦，咁啊有雞雞啦，同埋屌鐘你西瓜頭啦，咁啊阿大威哥係咪因為你又逼走？走咗佢次次唔喺度咧，唔係你就你每一節你都要問一次，我驚你唔留言啊嘛。咁但係咩歌咧？而家應該喺台南裏邊啦，喺台南就仿效啊鄭少秋去搞台妹，係玩緊而家開心緊，開心緊啊！咁亦都有物理學喺度嘅，我純粹靠大威哥去咗台南，咁我就有個空位可以真係霸佔下。霸佔下咁好啊！頭先我哋喺個環節裏面都有講過啦，佢一隻歌係喺香港嘅流行榜係好長時間嘅冠軍啦，就係叫做《天涯孤客》啦。咁啊，聽嘟嘟嘟嘟嘟，咁有女聲噶嘛？嗰個係咪佢妹嚟啊？應該係喎，佢兩個妹，珍珍同貝貝啊。但我不知道是否親妹，你講起珍珍同貝貝有啲心戚戚，珍珍同豬豬，佢心有啲戚戚。知心嘅仲有就知我講咩，珍珍同豬豬。咁啊嗰個咧，我懷疑咧，唔知係咪佢真係佢個妹，但係係咪即係佢出嚟去登台咧？即係佢帶埋，即係方便啲咁樣，會唔會都係啊？咁啊，呢個《天涯孤客》咧，咁啊，亦都係應該曾經喺佐敦興嘅金曲《妙韻歲月情》裏邊，你亦都喺上個星期中秋節都你都貼咗出嚟啦，貼咗出嚟嘅。咁我今日就唔嘥時間，因為已經係播好多次啦，咁啊大家就唔～
咗呢樣嘢。咁好啦，我哋要睇翻啦，即係我呢啲係絕對係西瓜頭係冇經歷過，就係睇佢做武俠劇嘅嘢啦。但係我係因為誓要入刀山呢只歌咧，我係睇翻佢有啲以前啲舊嘢，或者咧佢電視播嗰時候，我係會坐定定嚟喺度睇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嗰種譬如地獄啊，毒樓毒往返啊，嗰種咧係全身一闖虎豹如嗰種，嗰種咧係即係唉屌你咁樣行就行啦，嗰種咧好撚熱血沸騰嘅。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啦，我就會覺得日本咧有好多熱血嘅歌，係咁，我覺得鄭少秋咧就係喺廣東歌裏邊唱熱血歌嘅表表者啦，因為我哋慢歌嚟嘅嚇，慢歌嚟唱都好有熱血嘅喎，係嘛？即係你好快。係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復廣邦清英烈咁啊，即係你又好撚型嘅喎，啲感覺啊，勢將共盧滅咁，即係你係好撚豪邁喎。又或者咧，嗱，令我鄭少秋有兩三首歌我好中意，另外一首咧就係楚留香啦，聚散匆匆莫牽掛咁樣嘅話咧，你係會感覺到成個畫面就係一個人自己就。譬如咬住支草又好，攞住把劍又好咧，就攞住壺酒又好咧，一個人自己對住夕陽慢慢行，走緊咗去。即係你唔使理我啦。我總之咧，我一個人在途上，再做過啲咩事，亦都唔需要同佢解釋，亦都唔需要理啊。我自己我就行啦。嗰種咧，嗰種瀟灑同豪邁咧，係出曬嚟嘅有陣時。咁咧，亦都係。即係使緊曬啲錢咧，落集去跳舞，咁就臨走嗰陣時貼士都跌鳩埋咧，就天生我獨行，不必相送，好撚陰高咯感覺，係有呢個感覺，有感覺。如果咁樣講嘅話，就係喺我會輸撚曬行去碼頭啊，行呢條過去，或者係即係好似而家阿豪咁樣啊，即係溝緊咗 baby 啦。咁又無敵是最寂寞咁樣，係咁樣樣啊！即係好陰功啊！跟住阿史提又唔開心啦。史提咪啊，派 MV 啦，又派 MV 啦。咁你睇得翻嗰，我覺得佢嘅歌係真係非常之，亦都係好多唔同嘅場合咧，亦都係啱嘅。咁我都喺阿佐敦嘅節目裏邊點嗰只歌叫《飲勝》啦。飲勝又係即係啲飲勝。咁自省係啊，刀山落刀先自省嘅，即係又好開心喎，即係睇啲豪邁啊，好多男兒氣概嘅歌。喂，但係你冇話飲勝嗰時係喺大排檔好多人，一嚟到兩支大啤嘅時候病妹買兩支啤酒兩支新力咁啊，飲勝咁自省啊！越咩越勁我越起勁，我成個肚係滋。係咁啊！你又俾人玩污蔑咗啊！鄭少秋啊！咁係咁噶嘛？你都知道我哋啲點樣低俗人底嚟噶嘛？嗱，咁啊，我亦都有一隻歌咧，就即係好多江湖大佬咧，就好撚中意唱。即係啲唔知點解啊，咩喇筆嗰啲咧，分牙物嗰啲咧，佢哋好撚中意唱。我聽講咧，就即係每逢嗰啲同啲門生啊，一有喜慶聚會啊，或者 KTV 啊，就唱呢只歌。咁緊要？梗係啦，呢個就叫決戰前夕啊嘛。啊，播喺決戰前夕俾大家睇下。
我出嚟撈嘢唱呢首歌唔老嚟咯。啊，唔好意思啊，各位大佬。喂，而家得罪曬，唔好意思。而家我前度新思，我十分半半啊。尤其是後一嗰陣時唱更加唔老嚟。嗱，即係諗下啲歌詞就知啦。而家網台界風雨飄搖啦，另一檔又好似執執地咁樣。係，都執啦。係啊，今日777個施政報告亦都有好多嘢係針對網台嘅網媒啦。咁啊，即係我真係前度新思，我亦難判斷啊，真係。冇辦法。睇下好睇啊，大家。咁就係除咗決戰前後呢個嘅經典嘅黃遠生對鄭少秋啦，即係葉孤城大戰西門吹雪啦，咁我覺得有另一個嘅劍決咧，都係鄭少秋有份嘅，就係、是、一劍震神州裏邊咧，佢同邊個嗰陣時個叫咩啊羅個叫咩死咗個叫做陳鴻烈啊 ，OK， 陳鴻烈喺沙灘打嗰場亦都係非常之好睇嘅。係，兩後屘打嗰啲係跌落咗落個海灘嗰度嘅，我諗你又未睇過。我未睇過啦。雞雞有冇睇過？你有冇睇過？我冇睇過。如果大家有機會咧，即係揾得翻呢條片咧，即係可以 PM 啊，我都可以再次欣賞下，因為我未。MV 好短嘅，一小一節嘅啫。咁嗰段亦都係大家去值得去欣賞。就係要睇下 TVB 有冇出碟咯，有出碟咯，出碟咯，或者佢嘅咩台有重播咯。係啊，或者經典台嗰陣時偷嘅片咯。係啊，佢偷係咁多條，我偷翻佢條片都應該啊，係咪先？屌我整個不遺不棄，佢又屌到邊又整個寵物嗰啲領養嗰啲，真係吹佢唔肯漲嘅，屌咁中意偷橋啊！嗱，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武俠片啦，咁但係我想講一講，即係大家都話哇，點解啲歌咁撚熱血嘅，咁撚容易帶動到大家嘅感情咧？你覺得係點樣嘅咧？首先呢啲係悲喪小説㗎啦，呢嘢就係。係。咁個小説寫得好啦。係。咁跟住再加上應該都係顧家輝同黃沾嘅拍檔個曲詞咧。係。咁黃沾寫嗰下咧，嗰首詞咧，可以將佢已經化到出嚟啦。咁變咗咧，成套嘢咧，再加埋佢拍佢知個演員本身啊！你見到我戴隨帽喎，又見到我戴頭髮有頭髮嘅，我見到我屌你啦！我識好多人，屌你啦咪！我識佢好撚耐，我多咗俾你見佢隨帽 ，OK？ 見緊幾隨帽？佢有頭髮，咁啊戴帽點解？點解因為頭先喺麥後咧，就講鄭少秋係秃頭啊嘛！我唯一咁樣講係嗱，即係你講翻講曬成個 gas 咪話我好撚大鑊啊！咁樣嘅就話佢喺阿匪個追思會嗰度咧，佢咧係佢俾阿特工人捲咗上去噶嘛，佢係除帽啊，佢喺台下邊咧，佢係戴住頂帽嘅，上台佢除帽，即係佢係即係我知以示尊重啦，佢其實係冇人叫除帽噶，佢可以唔露個實相出嚟噶嘛，但係佢照上去除咗頂帽，整個禿頭俾大家睇下，咁大家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好撚勇敢啊！喺呢個動作好撚勇敢啊！甩頭髮，因為有好多人係從生得快啲嘛，唔係個個得㗎，大佬。不過咁有啲人係可能戴頂帽都係從來都唔會除嘅，係啦。嗱，我答翻頭先個問題先啊。你講到係嗰個音樂啦，曲詞啦，即係好容易牽動人嘅情緒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唔係鄭少秋咧有咁上下嘅演技啊，喺個感情上面嘅收放啊。係，佢演繹只歌嗰陣時咧，係做唔到咁容易令到我哋帶入我哋。哦，咁呢個唱就唱歌係因為佢係其實因為個演技，佢嗰個演戲收放自如之後，而將同一樣嘢就即係我打到十字追魂棍，我冇碌棍，我就攞拳頭嚟打，你變咗喺歌曲裏邊係擺放個感情出嚟。嗱呢一樣嘢咧，我就從羅文嗰時候有講過嘅，就點樣咧？嗰個年代嘅錄音技術咧，好多時都係一 take 過。是不會俾你逐句錄，冇即係冇得執啊！冇得執，即係唔似而家逐個字佢掟出嚟。係啊，你係可即係鄭伊健都可以唱到張學友咁樣都得嘅，只喺個喺 studio 裏面得。冇錯，即係我哋揾阿 Michelle 錄講有段故咧，佢七次幾句，你交盡曬所有嘅，甚至係影完錄埋嚟，咩嗰個維也世界。繼續講，羅文話好多時都係一次過就一 take 過，咁可能咧，譬如舉個例，阿盧國沾或者黃沾坐出面咧，第一佢覺得有粒字要改，你係要重新入去唱多次，係咁樣嘅，咁變咗咧，佢哋咧唱歌咧，佢哋為咗唔可以唱得差，
因為咧佢唱得差嘅話咧，如果純因為自己唱得差，係會俾人屌噶嘛。係。咁佢變咗咧，佢哋係好專心，佢真係好認真練歌。係。去學點樣發聲，點樣講嘢，點樣練歌，唔係話求得其，因為我老豆有錢，我就可以做歌星，唔係嗰種嚟嘅。冇錯。所以變咗咧，佢哋對於感情嘅技巧運用咧，尤其是加上阿鄭少秋咧，佢做。即係話劇啦，或者舞台劇啦。哇！同埋講老實講啦，你基本上你做歡樂今宵，即係基本上日日做，講開有段鼓咁樣去做落去。冇錯，突到咁上下，你自然會精噶啦嘛。係啊，依樣嘢係嗰個感情嘅收放啦，表情嘅運用咧係好即係好純熟嘅。嗱，不過咁頭先阿麥理豪咧講過兩個 point， 一個 point 就佢可以曬嚟曬去嗰度一套劍咁樣。係。咁所以後屘咧。佢都自知，如果你要做武俠劇，咁如果你耍劍，你淨係得一兩板斧唔撚得掂。咁佢喺拍一個叫《羽貓大戰錦毛鼠》嗰陣時候，唔知《羽貓三尾錦毛鼠》定係唔知乜撚柒啦。咁係邵氏片嚟嘅，佢跟咗劉師傅咧去學嚟嘅。劉家良師傅係學嚟嘅，亦都係學劍嘅，真係嘅。係咁啊，亦都係佢唱嘅歌叫《三百林中》咧，林峯咧，林中。Okay. 你跟咗陳少峰係去學唱大戲嘅，係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度咧，佢所有嘅架撐咧就即係好似佢啲武俠小説裏邊咁樣樣，佢唔撚覺意練撚咗《九陽神功》，跟住唔撚覺意練埋《劍驚大鰻魚》，係跟住唔撚覺意就學咗胡青牛嘅醫術，又學咗黃蘭姑嘅《毒經》，咁一樣一樣走落去，跟住唔覺意睇撚咗張三豐打太極，咁即係佢係咁樣樣一步一步加來變撚咗佢自己一套嘢出嚟，吸收曬百家所有。所以你見得到咧，一個好學不亦都會咁樣講嘅人，係真係要咁樣去做。其實應該咁樣講。千祈不要自滿自己某一個 status 喺度。冇錯，同埋佢亦都自己咧係要肯去學啦。係，即係佢唔係話唔覺意學到嘅，因為咧佢唔係劉家良去嗌佢噶嘛，唔係講嗰啲咩咩頭先咩唱經三百林中嗰個師傅教陳少峰，即係教佢唔係你學我唱，我教你唱，唔係嗰種嚟噶嘛。佢係有心要去學。首先，譬如頭先佢講訪問都講啦，佢加拿大特登加拿大揾人教跳 Michael Jackson 啲舞咯，即係依係純粹係佢對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職業啦，或者個置業啦，好尊重，好睇得好重佢演藝事業啊，先至要投放咁多心機落去啊嘛。佢唔係話我落嚟玩下，拍兩套劇紅咗，跟住去登台三隻歌，跟住食下女，跟住炒下友咁啊。佢唔係嗰種啊嘛。冇撚錯啦。咁所以咧寄語咧，我哋好多嘅年輕嗰一代啦，即係唔係求緊期，所以即係浪下相咁啊，就係都係做得好嘅。呢個係絕對係一地希望大家喺呢一集裏邊啊，體會到我想表達嗰種嘅信息出嚟。咁好啊，既然你頭先講過三百林中，不如我而家播一播佢做三百林中嗰個片段俾大家睇睇啊，麻煩啦，阿楊哥，唔該。人世無緣同道路，樓台一別兩吞聲啊，
梁山伯好高咩？麥理浩講緊句。喂，佢扮佢扮梁山伯，佢咁高大點似啊？梁山伯應該係 Until 鬼咪書生嚟噶嘛？高大唔做得書生嘅咩？咩事？就係、是、一個，如果即係如果佢真係認真去做一套大戲嘅話，佢太高咧，拍埋佢輸曬啊！哦，好、okay、嘅，個舞台效果好核突啊會。我唔同你拗依一樣嘢啦，我唔係好同意咁。不過我就知道咧，即係譬如你跳舞咧，神高神大係唔好睇嘅。係。譬如你陳慧琳，你跳舞係唔好睇嘅，因為太高。係嘛？係啊。我就出大波舞睇咯。唔係㗎，你跳咩舞啊 ？Fit 啊嘛，係咯。嗱，頭先咧，佢就係唱《三萬林中》啦。嗯。就當然係粵劇嚟啦。係。咁但係咧，我俾我啲啟發喎。係。即係如果喺香港裏面咧，有啲嘅當紅嘅歌星啊，係肯唱粵曲咧。其實是會將粵曲係傳承咗落去喎。嗱，頭先你聽鄭少秋唱嘅粵曲咧，你係唔感覺有啲孏嘅感覺嘅，亦都唔覺得佢好古樸嘅，反而注入咗一啲嘅 modern 啲嘅感覺，contemporary 啲嘅感覺落去，即係變咗時代曲嘅粵語時代曲嘅流行元素喺裏邊。另外，隻歌你幾耐聽喎？聽出嚟又唔覺得好老土，阿爸阿媽聽。配埋配樂，所以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唔知阿阿乜 Sir 同唔同意啦。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嘅演藝界係由頭冇 cultivate 到，用呢種嘅方法去、哦、去再唱啦。呢、嗯、班人即係大部分都係覺得老土啊嘛。其實劉德華都唱過㗎。係啊，劉德華之後唱完大戲之後，變咗唱所有嘅時代曲都變咗去唱。要唱男音啊嘛。咁咪大欣咗嘢啊嘛。咁你大家譬如好簡單啦，你睇《鬼佬 Opera》，你誒《孤星淚》。Isabel， 你睇下有好多嘅當今嘅紅嘅紅星都唱翻翻落去㗎，係咪？連狼人都可以唱㗎。咁你完全你唔覺得成件事係老土？即係早兩年嗰套戲嘛，係啊係啊。喂，佢真係佢唱嘛？真係佢唱。係咯。我有睇，我都發覺咁撚堅嘅。大家你唔好撚搞錯閪啊！唔好殺錯人屌錯閪啊！你知唔知點解？其實狼人咧，其實佢喺澳洲咧。佢係讀 opera 㗎 ，OK 哦，佢哋本身有底啊，有底㗎，佢哋全部咧就係喺演藝學院啊，讀戲劇啊，讀 opera。讀 art 啊，讀 performance 啊，咁嚟出身嘅，咁、okay. 所以佢哋有好多嘅理論咧，而家都睇唔到啊。但只不過好似譬如鄭少秋一樣，佢係有好深厚嘅做戲嘅根底同埋論述喺裏邊咧嚟 back up 佢嘅演技嘅。咁依一樣嘢咧，唔係阿媽或狗或者係你老豆有錢叫你做戲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冇錯。咁亦都加上人生嘅練力咧，力度係好容易表達到一個角色嘅依個出嚟咯。咁係有即係嗰層啊，雞嚟做咧，係咪咧？都應該係。咁你冇由做居士做得咁似啊？我做咗好耐，原來嘅做。我係上個禮拜睇你居士咧，喺雖然咁多年講咗最多嘢一次，聽你講最多嘢一次嘅啦。但係已經唔記得咗好多台詞咯。好啦，咁啊雞雞頭先咧，即係我哋都有好多嘅嗰啲歌，我哋想播，咁但係奈何時間嗰方面播唔到啦。咁可能亦都係我哋將來要靠阿左敦興嘅《金曲妙韻歲月情》嘅播放啦。咁你有隻阿鄭少秋嘅歌，你覺得係佢咁嘅隻歌，你最好我冇揀咗出嚟，你屌鳩我喎。唔係呢首唔係武俠劇嘅歌曲嚟嘅，係咁就電影主題曲，係啊電影《胡福》。係裏邊，胡福係其中一某一年嘅賀歲片嚟㗎，如果冇記錯都係，係依類做主角，係啊，係依類做主角嘅。咁唱兩嘴嚟聽下。梁普志做導演嘅係，但係梁普志做完依套導演之後都賴撚咗嘢喎，因為依套嘢滑鐵盧都好緊要。我都未睇過陣，你聽佢嘅歌未啊？未啊。同你終須分別。有。回覆我自由身，我就記得。系咪啊？依只歌你听过未啊？我冇乜印象啦，咁样。冇搞紧错啊！你好似有啲印象，但唔多。有咁嘅歌，但系真系唔会的起心肝听。唔肯啦，系嘛？真系，今晚 post 出嚟俾大家欣赏嘅，跟住 post 出嚟好。好，咁好啊。咁啊，剩低嘅时间咧，我想播一只 MV 啦。好啊。啊，就系史提用史提尼夫斯基嘅演绎方法，系啊，有之外，亦之于内咁样嚟做啊。咁嘅歌咧就叫做《未了情》。咁《未了情》咧就系《武当之战》里边嘅一只插曲嚟嘅。系。咁啊，总理问我呢只歌好似唔系好特别太 hit 嘅喎。好明顯是你誒，即係恭喜私用啦！揀呢首歌就我恭喜私用，我就唔係揀呢只啦，係啊，一個臨尾之播啦，係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史提演繹得好好嘅，因為未了情咧就當然即係你個伴侶可能走咗先啦，或者依一世得唔撚到啦。咁啊，史提當然係屬於後者啦。OK， 係啊，咁啊，播一播。我真係唔係好明啊，史提。係啊，我都唔係好明。播一播史提嘅《未了情》俾大家聽下。
盼爱尽成轻意，一朝消散似场梦，情未了缘分已尽，再不见你影踪。尽了就如轻意，几多恩爱化为梦，留下我独来追忆，泪向心中涌。错过我哋精彩嘅节目，而家上嚟呢个网址就可以订阅晒我哋八大频道，付费之后仲可以重温晒所有精彩嘅节目。记得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赞好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